你看发红啊，发红炸到寒碜，是的，太阳照的。我敢上他不管是吧？你个伞的事儿，有风造，有风呼呼的也不行。伞造的。这种吃住这个，谁去香港？哎，怎么吃？酱酱上上哪儿？筋多点，上哪儿筋多点，这是半斤。还有哪儿？什么呀？39，还那馅。哎，这有少吧？我把这踢完了。玩呢，小朋友。等你吧，怪冷的，我得关。上哪儿？这块上哪儿？带筋带肉，这儿了。不是，不发。这是板筋，也是板筋，这是板，也是板筋。哪个？都一样，这是跟这连着的。你瞧啊。我39。这个薄厚不了，因为劈开了里边山的骨，劈开是这样的，这是这么薄。买这个，照着好。来，400块钱呢。400块钱这块儿就为了我包，他不是要200吗？嗯，我也要200，400块钱呢。嗯，那你哪开的呗？是，哪开？哪开？一人200，一人200多点行不行？给人家带的一点。是啊，这一点就400，470是8，给400，也不是给470，给470，每亩70是多少？块一，行，收。用腰一下吗？不用腰吧？腰啊！再来一袋，来纯干肉啊！这条得分着腰是吧？对，这多少钱？这个36，炖着吃啊？不是，这39，还加慢。反正这都是罗筋肉，是罗筋，炖着吃啊！加火烧都行，好东西。里肉还嫩，6斤4.28，这是252。一共400，这是229，这样吧，给你抹点钱啊，整个块儿啊，480，482，加了一条，小包，哪个是？多点，这多一个少，这个多点的，这少点，对。师妹啊，一共这点，你哪不吃了，全来着吧，我不瞎说啊，都是今天的肉，没有剩肉。这是250多，一个220多，230，一个250，一个250。你给他要一准的。没用。这多少钱呀？回头。对，完事儿。给你那个。你给我要一下这个，看这多少钱？哎，有证呢。啊。要这个，看这多少钱？给人家的，给人说。这是230，229，230，230，加料包230，你给要230啊？料包得。230，252。253。来，哥们儿，你放心啊，我出钱，250了，26，这拿走，留斤皮儿啊，来，你给他付吧，我来，你给他付吧，哎，来350这个，300是多少斤的？不是一块的吗？8斤，帮他买18斤左右，也是这块儿啊，糊涂的，来，剃啊，不带糊涂啊，昨天从你那儿买的。昨天有印象，有印象。昨天我们俩出来的。有印象。哪个？俩兜拿走吧。两兜一共400。480。480呀。这一份份结。你这找他吧，单付单付。一份份结。我说你，我问你。价格多少钱？哪个？这个20，纯脆骨。不在家。下午带，12点以后带。这是纯退骨，21斤。这个也得要了。行嘞，
坐了吧，坐那腰吧。这是不错，行吧？这是二十六三块，多十一斤多，多少钱？大概不差钱啊，440块钱。这是这个毽子尖啊，送你的啊，差多几块钱再送你的。哎呦妈呀！微信码啊，微信收款二百，过去了啊。好嘞，好了啊，97块钱。差不长的意思，440块钱，给440。微信收款440元。行嘞，肉不错啊。微信收款190元。140。真硬了。姜了，姜了，赶紧踢。姜了，天冷了。啥呀？要高点可以，但是价钱动不了，我不下桌。您得说，吃着买的是东西，而不是说。微信收款140元。价儿便宜，买点好东西。但是准斤准场，准斤准两，费东西您放心啊。驴的驴肉，哎呀，哎呀，39，都是39。骗子，哪块您说，要哪拉哪。可以拉，先给您拉。几条？一条。这儿一条，两条。啊，那么少。对呀。两条，这拉不进去，一样肉不多啊。驴腩里边我拉上，你瞧瞧，不好咱们扔，不好咱们拉下来，归我。这块有这个山的骨，您认为很多，其实不多。这块驴腩，混着吃也棒的。8斤322，324块4，324，给拿一料包，哎，324，干嘛说？滚吧，好啊，料包1块1块5一个，送您好的东西啊，料包搁里了，问着您放心，您等一下。微信收款324元。咱把油摘了先。驴的驴的。哎，你现在也是驴肉是吗？都是驴肉，这前头摆腱子。那多少钱啊？39。这都是39。对对对。这块就是酱着吃呗。对对，酱着吃。那块是板腱子，剩下纯瘦那块。这是前桌小板腱子，地方跟这一样。是驴吧？放心吧啊，带尾鱼群，拿找一带尾巴的拿上去就行。带不带？带尾巴的，兄弟你放心啊。这是什么马肉、骡子肉的吗？这是干10多年了，蒙人行吗？是不？搞把自个儿蒙的没买卖。替那个看。替这个是吧？那也行，回去赶紧瞧瞧。你怎么吃啊？酱，不用不用，炖是不是有点瘦哈？炖着吃，你要肥瘦的好吃。上脑什么带筋的？哪儿啊？上脑哪是上脑啊？是对，这上脑，这边板筋那块，这块，哎，没辙，人家说待不住，我这出点汗还好点，都是鲜肉，没有剩肉。你看这腱子没有？好几都是鲜肉，都冻了。冻了。都硬着呢，太冷，吃香的不敢打，打着里边都冻，屁都屁不开。我这烫的，我这烫，你要是炖着吃的话，上脑或者酱着吃，或者肥瘦这块。来，使劲。
块肥瘦，肥是点好吃，不腻。肋是哪？软肋，硬肋软肋。来几斤呀？来一点吧。这儿多少？你给我发一份。340。够吃吗？多吗？就这么着吧。行了，这驴肉呗。39。39。带皮的啊。啊。那么多。你吃吧。你给我分几刀出来？可以可以，还带有皮呢，必须的，驴皮好吃啊，这是驴皮。我们分，这样这样，行吗？行行行。一次收款340元。酱着吃也行啊，酱凉肉。脚上都是肉，肉头上。一半，还没要了。220块钱。现在瘦的了啊，跟他是一样的。怎么呀？39。我就要那个条那一块。加120吧，224，越便宜多。上面还有吗？您等会儿，他没事，我告诉你，这也是肋条那块。你们就相当于就周六日在这儿呗。对，这儿来您得挑啊。扫哪儿啊？扫这一个。哎，我这个。微信收款220元。这一部长脆骨，咱们有脆骨，有脆骨，多搁点脆骨呗。21斤，给要一条也行。脆骨啊，多来一点。稍等吧，这个看看多少，那个也来的吗？鸡腿多少啊？那个10斤多点，那就10斤了。12斤，那是这个是多少？17斤，那是5斤，那是12斤。634，663块。660，费嘴了。脆骨21斤，你要便宜东西这能送。好装这儿洗硬。哎，给找条脆骨，煎的，找煎的。行了，这天不着急，给这儿拿上，没事。都一样，三十九，来一半，走啊，行吗？现比，你比划的直。咋了？拿笔不会写，拿这个画的直。还，39，200块钱，走吧。微信收款200元，好的，来，不是，这有的，这还一块，坑人了，刚才车盖不够了，肥瘦这块棒着呢，要不这块把油的去掉，先肥，行了，5、6斤的这样拉这块差不多了就，这油去掉。就是肥瘦，那玩意儿吃的肥瘦。除了多吃一口，肉不赖，给你骗半天了啊！341，给我340，啊！多少斤呢？8斤多点儿，5、6斤不11斤吗？给8斤能少点啊？给你拿料包啊！反正也给你多搁点儿。料包送你的，这个吧。对。多少是三百多少？340吧，340。马虎是马虎，但是咱们这账不能错，是不？开玩笑是开玩笑。说起来说，微信收款340元，微信收款160元。